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单车时代的小编，我是 H。现在我们人呢就在上海，那我们来上海干什么呢？因为全球呢有三大自行车展会 ，Eurosport， 还有台北 Cycle Show。第三个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啦、啊。那目前小编的人就在上海来参加这个展会。那这个时间呢是在5月5号到5月8号。这次的展会呢，占地面积呢总共有25万平方米，参加的厂商总有2000家哦，非常非常多的厂商来参与这样子的盛事。那接下来呢，在这几天的展会期间呢，小编们呢就会去带大家来看看有哪些新奇的产品。那想要看产品呢，一定要持续观察单车时代。想要注意产业面呢，没有关系，一样持续锁定单车时代哦。我们会深入去了解哦，目前呢中国的市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那带动全球产业也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都会持续在产业面还有产品面呢，带来更多的讯息给各位观众朋友。那持续锁定我们单车时代 ，Let's go！